不会。嗯，你说这个是什么吗？这个是竹笋的壳子。小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像他们这么大的时候，就打着一个赤脚，跑到这个周围到处，有时候跑十几里地，就是为了捡这个东西。那时候这个像这样子很漂亮，这么长的，这个是最漂亮的，算最高档的高档货。那时候这个东西很值钱的，像这种的话，一匹的话可以卖上3毛钱、4毛钱的，如果比这个还大一点的可以卖5毛钱。像这种的话就是1毛、2毛钱，在我们那个时候，1、2毛钱。4毛钱就是已经是不少了，因为我们那时候读中学的时候，读初中，一个星期都才1、2块钱。那时候我们天天啊，跑好远啊，一天都捡这个，每年都捡。但是现在这个应该不值钱了，因为那时候这个可以做鞋子，现在的话，这个做鞋子应该没人要了，质量太差了。但是我有时候看到这个，我忍不住要去捡，因为小时候我们就是靠这个吧，靠这个才有零花钱了自己。OK， 回家吧。哎，怎么遇到又捡呀？我那个哪会个么？那个是我是看到的东西，我忍不住要捡的嘛。捡的个么子？你像现像以前还可以卖钱儿了，现在卖什么钱儿了？现在没有值钱的。那种地方起码要卖30多斤皮，那种地方卖3匹上起码要值。快不切嘛？7、8多斤。快把钱都值。那时候我们一个星期读书，读上1、2块钱。三皮才值7、8元，现在不值钱。现在你也捡，你可以卖过黑板料不？没有，不晓得，没有问过。那个小时候都是你们得零花钱的那个噻。那时候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打四角的鞋子穿的。哦，不是。所以是打四角啊，对不对啊？你老妹儿小时候很可怜，她说鞋子都没得穿，就是打着赤脚去那个竹林里捡这个竹笋壳。不是说我可怜，那时候就是说，这个村子里面的每一个小孩都是那样的，都是打赤脚。那也是没鞋子穿呐、啊，不是可怜，是吧？那时候的小孩享福啊，是吧？这天气说下雨就下雨，中午还是大太阳，下午就下大雨了。幸好把这个被子洗了干了，不然晚上都没得盖了。经过昨天，我给刘明开导一下，他现在应该好一点。睡眠的话，昨天晚上可能还是睡着了，是没以前那么睡得好。睡了几个小时？我要随时多开导开导他，压力太大了。哎，这好噻，有点上去拔。干好没？干了。干的呀？干到垃圾房里上去拔。刚才那个牛在家里头，我睡沙发上。你睡沙发？那没睡沙发哟。小王，你跟你睡上一天，妈身体不好，今天不舒服，然后我就改了。那是拔，但那你改起起么作用啊？你改不还是改那个噻？那就有那个毛毯呢，那个不热和那个是滑滑的，毛毯的嘛。哦。反正要拔一轮子，是不是？反正你把这种规矩上去把它拔，你不折那么拉上去是吧？多吃一句啊。拿什么东西拿上去？木杆拿上去。哎，那么木杆这个木杆是啊，我捡了在路遇到，那新挣不少多少？哦，那牙齿没下来看，弄好了。嗯。我们那个，我们这儿可不收，我们这儿有个那个的嘛，我们夫家种的芦苇松。哦，照了些弄好了。如果你有时过想弄点么子吃的哈，大人要给你们给几个碗儿，给几个盘子，给个盆盆，那都是衣食无忧，罗罗大顺。哦，还有说实话。啊，衣食无忧了，那都是大人给你们给的衣食碗儿，不是？我只弄下夜宵钱，你不是弄下夜宵钱？你也是有个灶噻，也要弄噻，也要碗儿噻。我只弄个灶料给那个。嗯，都弄个灶料来给那个。虽然没分，但是你还是要有时候弄点么子吃噻。哦，你不是衣食无忧代表？哎，衣食无忧，楼楼大顺，给你衣食碗儿。啊，衣食碗儿的。前面你也学了些，其实好多风俗，我们那些年轻人他都不晓得，搞忘记了。嗯，是的，找不到。你要记得些，以后像以后我们的媳妇儿啦，他如果说在搞那些修书房建筑啊的，给那些东西。那是，那个是你奶奶给我们传下来的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从小一传下去啊！我那时候就才去来了没好久，奶奶也给我给几个玩儿，我是如果了，
意思玩儿了，给你们的意思不就完了？你们这不知道？哦，意思玩儿就。嗯，意思玩儿。哈哈。啊，谢了。衣食无忧的玩儿，吃的样子，哎，吃了发财嘛，哈哈哈哈哈，越吃越发财呀。六哥，你有六哥吗？嗯，六哥大混的嘛，八，一路的嘛，哦，一路是六叔，一路是六叔，哎，那个伯伯才伯啊，伯那个是大混金盆的嘛，那个是，哦，金盆是哦，金盆满贯是的，哦，是的，你这寓意，啊，还找得，那今天记得写二天那些。反正是老年人穿的来的吧，我也穿给你们吧。你带一袋穿，而且小朋友肚子那一袋要穿给他。真的，有些东西我们像在带年轻人，好多东西像一些风俗习惯都不知道。像这种习惯的话，老妈拿着的话，今天我还是几十斤重。我找不到。以后我们的后代啊，也可以一代一代给他传下去。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些传统嘛，要把它保持下去。对，好吧，放下。有没有？没有。这个是。晚了。这奶奶传给你妈妈的人啊，到时候你妈妈又把它传给你啊。这是传家之宝。这个是你老汉给你的传家之宝。等你长大了，我就把这个传给你。这个要传给弟弟的哈。一人一半，六个啊，一人三个，那个多少呢？六个，一人六个，那个老二还去买一套，你给两姐妹一人一套，传家之宝。那个给老二去买了，老二去买，老二给你买的传家之宝。